你看我们这个老街真的是在地化的哦。那个武长龙繁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小时候。那不就昨天的事情而已嘛。是哦，那就太好了。你等一下带你去吃好吃的糖果。这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嘴巴很甜。哎，对。然后啊，这个糖果呢，是我们以前南北都在这里的批发。这一间你看哦，也是红砖洋楼。那我告诉你哦，这是限定版的糖果一把抓，看你们喜欢吃什么，自己装满。这个是一个活动吗？还是对限定的哦？来到我们这个田中老街，去购买这个袋子，就可以自己抓，装到满，然后再回去这样。对。所以哎，有这种哎。比较传统的小时候的软糖，这杨桃，哎呦，这杨桃我好喜欢这个杨桃，不免俗也要来一下，有没有沙士？这现在比较少见了，古早味。这个是勾炸的汽水糖，汽水糖也好好吃哦。沙士糖，那你分一点。哎，我也很喜欢吃这个，杏仁，里面一桶的花生，里面有花生，会裹一点点。它是花生嘛？对，是我阿嬷家都放这个，哎，小时候过年一定要弄这个，要放几个这个元宝，而且放在口袋，然后觉得自己很有钱的感觉。不是，然后天气太热，全部都黏一团。哎，这样装很多哎，那这样花多少钱？老板，糖果一把抓一袋多少钱呐？五十块，才50块哦。哎，你那是哪头的？老板，可以啦。高兴就好。那你是第几代的老板？我是第四代。哦，这是第五代，第五代，再就换他了。可以帮我们付钱哦。我也喜欢。这个是以前的，这个很久以前的。哇，好久没看到他了。那你们是跟那个厂商有特约，叫他们继续帮你们做？我们是做批发的嘛，工厂都他们有新产品，他是叫他们都。会自己送过来，孙哥，你吃过这个吗？啊，有，巧克力，我也有吃过，我有吃过。哎，好久没有看到了，多久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，是我们这种传统店才会有这个了，牙膏巧克力，它都是这样吃的，用压的，对，好，只要嘴巴，就觉得那种甜甜那种幸福滋味，还有那个一条小小条的那。那感冒醉吗？感冒醉现在没有做了，这个有没有看过？红果绿果有，哦，它还是那个红豆啊，还是那个吗？红豆饼吗？它现在是改那个软糖，而且这个以前它会可以抽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这个吃过没有？哎呦呀，地瓜糖，对呀，这是抽的，因为他们有继续在帮它削，所以这件事情的制作就不会断货了。还有个绿豆糕，有啊，当然有，对对对，有小时候都有吧。要抽出来看什么颜色，它可以再抽一支。对对对。然后这样以前白色一块钱，白色一个，色蓝色、红色最多，红色三个嘛。好，然后以前有偷吃布的，要照一下电灯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以前你这样也算是干嘛点？第一代时候是有杂货店，好，还有文具店，还有钓具店。白色的一片，以前连那个王子面都要用抽的，对，青色的哦。青色两个，两个白的啦，白的哦。哎，回忆好有回忆哦。不然我以为这些其实都已经没有了。看这是要抽到红色的，是过去也很喜欢吃这个。味道跟以前一样吗？这个东西应该一样，这个应该一样，牛奶糖是一样的，哇，绿豆糕应该一样，它以前是没有包装，对，以前是散的，它那听到有混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有混，它哥哥混。还是白的，算了。我看后面它也有特制化，这个是神明生日的拜拜的祝寿塔。以前比较常见的是这个果冻跟面线，啊，现在这个是针对那个济公。哦，济公的，济公有酒的。玩具的是三太子的。啊，如果有些生日的朋友也可以。有，我们有做晚辈给长辈祝寿，也有他喜欢的东西，可以个制化的。他们这里有庙，我们待会我们做一个去供一下好了。可以啊，让我们自己组装啊。自己组装，好啊，那自己组装。第一个，我们让自己很有气质，有没有？放那个金银财宝，然后这边还可以放一只龙。我们如果是要拜神明的话，要有一些吉祥的感觉，金银财宝在下面。神明有时候喜欢三拎姐啊，
OK， 看这个玩具，也有陀螺，哎，昂个飘，是吗？哇塞！然后呢，过年就弄一点比较吉祥的。哇，好多、哦！哇塞，它其实超多的，它到后面都是哦。你好，哇，超级耶！哇，它里面还有玩具啊，还有什么的。哎，这个好好吃哦。是给神明吃还是给你吃的？我们吃的开心，神明就会很开心啊。里面还有，里面可以。哎呦，怕装不下了。哦吼，这种钱币的是整桶的，哎，真的是太丰富了啦，琳琅满目。老板，我好了。我以为我是购物袋啊，你是办年货的。太明显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个这样，我会给我一个奶瓶好不好？老板，这样包得起来吗？可以的。哎，真的很有意思，包装好，大家呢自己去客制化。哎，这样子送礼其实蛮有趣的。对啊，老板，你这样子评分一下，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的？过节的气氛这个比较有，对哦。如果送生日送礼这个比较有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第六代了，对，这个六代同堂哈，然后呢，让你来感受呢，喜气洋洋，嗯，然后买他们家东西，好像回去可以子孙满堂，阿德莱基哦，中午品住了啦，真的好棒好棒。街头已经逛到街尾了，跟着的淑露姐在要是闻香下马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带你们吃好吃的东西，很有开的。这个算是一个联合国了。对啊，是。这它是卖的是全世界不同的香气吗？是，女人香。女人香是。小丽老师啊，很认真的在推广在地特色。淑露姐。你好，我们这边有除了卖臭豆腐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些异国料理的课程。哦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式想法？在地的话，新住民妈妈很多，对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环境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平台，可以跟本地人做交流。所以透过吃是最容易能够打动人心的，然后互相交流，然后来联络感情。对。所以现在这边有很多全世界的女人香，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化。好，我们来感受一下，来。好。哇哦，味道非常浓郁。对，豆腐跟别人买，但是你自己回来发酵。对，我们是用天然蔬菜卤水下去发酵，养那个菌的话大概8个月以上。8个月才能也能够有英菌的效果。对，真的8个月孩子都是念佛中文。你那么快哦？我想说，我英菌这个菌应该养三菌这个菌对。好好吃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嫩。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对的食物，现在的东西是化学加太多，所以把不对的东西变成对的。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传统的哦，对，边边这是什么颜色的？这个黑黑蝶豆花臭豆腐。蝶豆花，蝶豆花，对，它用蝶豆花下去染色。蝶豆花它其实是来自于泰国的街头的饮料，它是花，然后是天然的染料。我自己喜欢玩食材，我喜欢玩石头，我喜欢玩笑话，对。所以就尝试了这个方式。对，因为蝶豆花是有点弱酸，然后豆腐是碱，所以它就会变得。那是九层塔，那不是蝶豆花。对，它是臭的吗？试试看，对，它会有很惊艳的感觉，口感跟一般的这种传统式的没有染色的会有点差异，因为它这个薄比较酥脆的感觉，比较像饼干，然后呢会比较像蛋卷，里面又会比较 juicy 一点。天然发酵的，它好像有点类似那种油豆腐，就是嫩，嫩比较嫩，香气也不一样哎。传统就软嫩，对，这叫脆嫩。蝶豆花其实会有个淡淡的花香的味道，很好，品尝一下。
他说有，我们就要点头了。对，因为一般在卖茶的，有没有没有闻到那个台湾老乌梅的味道？有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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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？你点啊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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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？大家不倒给你喝，他大家不倒给你吃。那你怎么没有再尝试做其他的？我们有尝试过火龙果、姜黄、甜菜根，他们都会影响到臭豆腐原来的味道，因为它是天然发酵嘛。那你加入任何一个东西，都对植物来讲本身都是一个变数。别的话的话下去是最不影响它原来的东西，而且它会再一次的化学作用。然后一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桌子，就打开你的布置。对，很明显这个中间这个应该是一男一女坐的。以前稍微弄过去，那就手在里面剁掉了。我曾经就被那个齿给剁过。真的吗？还有没有拿圆规刺透的？你知道这个有故事吗？这个干嘛的？啊，这我知道，就弹弹珠的时候能弹到那边，就可以得五个。这个是偷作弊的时候趴下的。哦，该不会是你以前的吧？没有，还有那个睡午觉的时候吸管插在里面可以的。真的哦，我以前没有挖过哎。对，有没有吸进？哎，那个臭豆腐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来了来了，这个就是刚刚说春卷的春卷皮，它是很像那种气泡，很像塑胶片呢。对啊，它是再来米米浆做来的，可以直接吃，对，吃，不是塑胶片，对对对。我们抓大概抓多少？啊，一大把，所以这个算是在越南的街边小吃。再多一点，之前我们做那个春卷皮啊，有的 NG 啊，它脆掉了，想怎么给它处理，就我们拿来当零嘴的。OK， 那这个是青木瓜，木瓜黄色的青木瓜，对，它芒果就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因为那个比较酸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加，甜甜滋滋的，油葱酥，这个是我自己炸的哦，再来，我们加虾皮、肉丝，再加鸟蛋，然后再加花生，看个人喜欢多就加多。丰富哎，对，然后加点点油葱。那你来台湾多久的时间了？我来19-20年了。哇！让我们加一点辣椒。那一点它怎么好多啊？这个不辣是不是？我可以再抓出来。谢你啊！之前越南的一好辣哦，哎呦！我们这个但是特别就是辣辣甜甜。莉莉跟你谁比较辣？我们都一样很辣，我们都很辣。哎呦！我们加这个酸子姜，也可以说是罗网子哦。对，做这个是很疗愈的。等一下，对，给它要一点空气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开始摇喽，摇给它入味。好。上下左右。看谁的厉害，摇的最平均。天哪！我跳了。没事没事，破掉破掉，还可以还可以，那就可以了是吧？对，差不多。我们这个是现做现吃，不然放久它会软掉。哦，就是没有在卖，因为我想吃，我会自己做。讲这个，我们讲最近。对啊，我有去过北越玩，没有吃这一个。这个是算是路边摊小吃的。它有一点变超级薄的那种龟苓膏的感觉 ，Q Q 的。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你调酱，然后酸酸甜甜，但是好辣哦，超辣超辣，超级辣的。那好像对，是是是是超辣、啊，棒棒的是说自己可以那个加自己喜欢的料，而且那个辣度啊什么，你可以吃一下我的、啊，你看看觉得辣不辣？可以大口一点嘛。要不要水啊？怎么样？嗯，纯纯老师 ，Spicy Girl， 你看，他都喷出来，咦，纯纯，要喷火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拍谁？我吃辣，所以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谢谢，还可以。但其实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，所以春春姐，我们等于算整个老街的行程都差不多了。是，哇，好玩吗？好玩，我觉得
好吃好爽，有趣又丰富，对，然后又有历史，又有现在，又有国际，而且我觉得很有人文。那我可以问最后问一个问题吗？那个墙上的芭蕉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还要介绍你们一个好东西，我们政府有推这个城乡导游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到店家门口看到这个，你用你的手机扫扣，你就可以认识当地的。这个故事就会出来了。单身的朋友也可以扫这个，是，然后就可以来了解一下。对对。那个菜脯蛋跟那个果干，哦，超棒的！我怕我儿子吃太多，他一吃了之后他会忘记喝奶。我们要采的就是那个火龙果哦，但是我们要换一下车子，要请老板来带我们进去。哎，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来坐你的铁牛车。特殊的地方，特殊的做法。好，来来，我们上车。坐在这边的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走喽。OK OK OK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老板，你怎么开始想说种这个火龙果啊？当兵退伍的时候是就选择了种火龙果。在1996年，我老婆产检的时候就发现了小孩子有唇腭裂，它会造成唇腭裂，就是有很多环境荷尔蒙跟那个喷生长激素，所以自从那时候就用有机的方式管理。是自己觉得说种出来的东西要自己敢吃才可以卖给客人，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。食农教育这一块，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样子。而且，是不是你的火龙果也不是单纯是只有一种颜色？不是，有很多种品种。因为火龙果它的籽里面有很多的钙跟磷啊，很适合小朋友骨骼成长的时候发育。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小孩子有时候喝年喝太多，它会造成便秘啊，吃这个之后它会让你的排泄很顺畅，但是也疏解。你看，我们自己连这个肥料都是自己做堆肥的，哎，我们要用那个菌种，然后去发酵，发酵了之后再给火龙果吃。来来，我们请进，请进。台湾欢迎，谢谢。嗨，你好。带你们来采火龙果，你种火龙果，但是采火龙果啊，怎么办？但它也有百香果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是做共伴作物，让果蝇去叮百香果，就不会来叮我们的火龙果哦，可以不用用药药去啊。这样子大概已经长了多久了？冬天大概要2个月才可以采收啊，夏天只差不多35天到38天。这个重量的一颗好像只留了一个果，对，一颗母猪上来只留一颗，甜度会不会就超高？会比较甜啊，会比较甜，而且比较饱满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花苞，火龙果正常的产期大概是每年的6月到12月，秋分以后它的日照会变短，但是我们用电灯补足12个小时之后，它就会调节到全年都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帮手樱桃鸭啊，他们鸭鸭现在在休息，对，吃饱喝足了就是要睡觉。所以这个樱桃鸭有时候也会从产地到餐桌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它是我们的员工。我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有被包起来，也是有被吃掉。没有，那个是被老鼠吃的。老鼠爬上去，但是有吃。因为老鼠它冬天可以吃的作物比较少，所以它就吃好吃的。哦，看起来好清脆哦。我们剪的时候啊，从哪里剪？扶着果，扶果，扶果的时候，大概从这里到这里差到1公分的时候插进去，就直接剪下去就下。OK OK。你看看威林哥，他为了要有好的镜头，他人这个就钻进去。来来来，我们那你们上面有刺？有有刺哎，所以它跟仙人掌是有一些。它是仙人掌科，但是它是热带雨林植物。你们没有没有走起来，这个路跟人家一般的它是软的，对，这个保水性好高，就是 Q 嫩 Q 嫩，主要是我们用养菌，它用食用有机肥，所以它的土壤的透气性会越来越好，有机质的含量会越来越高，种出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好吃，这样子。这个枝条还可以吃哦，澳洲他们是拿来养羊跟牛增进乳汁。那我可不可以剪一点让我老婆增进乳？这个就是火龙果的嫩芽，这个是有刺的嘛？是用掉了之后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这样子直接可以吃。先给哪一位？
我先吃啊，半眼不敢吃。不会啊，嗯，因为他什么都吃的，他吃起来有一种纳豆那个糠稀的那种感觉。一开始只是有点像是脆瓜，它有一点像秋葵的感觉。哎，对对，秋葵，秋葵，对对。而且它那个莲叶是会比较够固，哎，固味，固味力的。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早上十点前才是酸的。为什么是十点？你有研究过吗？因为它晚上会吸二氧化碳之后，它会变成酸的。早上太阳，太阳出来，它会吐出来，所以有起床气了。半夜有噩梦。我们的种植方式就是不一样，这那一边你看上面还有虫，有没有？那会怎么样吗？它会去吃火龙果的嫩芽，它嫩芽它长了之后它就停顿了，停顿了之后它就不会越长越长。大概我们留会留到一米到一米二，所以有一些就让他们去吃。对对，因为要生态平衡啊。老板真的很厉害，他叫果蝇去叮百香果。百香果心里会不会觉得很衰？我觉得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经济学厉害，对，他请来很多员工呢都不另外在吃新的。我们还要种玉米是要给虫吃的哦，哎，我觉得这叫大地智慧啊。嗯，这里有一颗，来来来，这个价钱应该也很好。这个是双色的火龙果，双色的，哇！哎，我们这边要红，然后里面白。对对对对，哦。啊，火龙果它的甜度啊，是中间的地方是最甜，所以火龙果正常要切是要切十字，啊，你们这样子就直接挖就好了。哎，水分其实看起来很多哎，而且它有也有那种甜甜的那种香水味，对，真的很甜哎，哎。阿伯你好，这是爸爸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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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甜，而且这个它那个酸来的好好。我跟你讲，用有机的方式管理，它才有酸有甜，有那个口感，有那个香气在。那这个是又有香气又有水分，超级多 ，mix 在一起。对对对，你看这个汤，哇塞，一杰杯，双杰杯啊。没红的哦，最主要是你们两个吃完之后，我就惊没红的。你们两个吃完之后，你们互看你们的嘴巴，有没有红？没有红啊，连牙齿也都不会沾到。没有红，我是说水果。水果，哎，不是，你们人已经很红了。嗯，我来。它那个酸甜呢是很好的，因为它的甜只有正常的蔗糖的一半，它是葡萄糖。哦，对，而且更好消化。对对对对，葡萄糖是直接吸收的。对对，所以我们把它做成果干，就直接没有添加，直接。比如说这个直接就打给 baby 就可以。对对对对，最主要是要把籽打破了。那我儿子会有点太幸福，因为你从小就吃这种最顶级的水果。你看水分那么多，很舒服，很适当。哇，好舒服呀，这个我觉得好神奇，好用心哦，而且它的火龙果很像是瀑布一样，哇，咬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水分一直不断的滴下来，滴下来，它那个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。这个果皮哦，我们刚才顺便那个就是我们是把它当肥料，对。但是这个果皮因为它是有机种植，所以它的果皮可以直接入菜。哎呦。餐这个应该就是树皮，就是那个皮的，刚才吃的那个筋，火龙果筋啊，这个就是果酱，对对，果酱叫做火龙果菜脯蛋，没有菜脯就不能叫菜脯蛋，火龙果蛋，这两个都是用火龙果的皮下去做皮，火龙果皮蛋，皮跟果肉中间有一个薄薄那个，那个是最营养的啊，这个就比较难看出来，这个就是火龙果的花苞啊，这个一条一条是这个是哎榨菜，榨菜是辣的榨菜。这个好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是花苞。哎，你自己吃上会不会？没有，我刚刚本来汤里那有蛋。林轩没有纹理了吗？啊？那这样子，那你应该帮我装一下。而且刚刚在吃饭的时候，老板特别去摘花。嗯，这是什么？金银花。它早上开白色的，下午就变成黄色的。其实这样吃起来不会有那特别奇妙的一些香气，但加在里面的时候，它就变得很和谐的一个味道。很难得看到这个颜色的这样子。对啊，其实蛮特别，蛮漂亮。对，是漂亮的，漂亮。然后你们吃吃看。
它很 Q， 对不对？ Q Q Q 的，它很绵。那这个是你们刚才擀的那个鸭子，那个樱桃鸭的蛋。还是有没有像那个纳豆？对，这个是加千岛沙拉酱，也可以把它用那火龙果果酱加优格。它里面那个一块一块那个就是它的果皮，所以你就不会单纯只用果肉了。对，外面的都是用果肉而已，因为他们不敢用皮，是因为有喷药。它吃出有点蜂蜜的那种感觉。那我感觉它还有掺汽水，它就有点香气。它香气超浓。它有加莱姆。是莱姆哦，这个你自己种吗？我们自己有，你也有自己有种。这个就是用红肉的火龙果直接烘干，它没有添加。这个就我们家的小孩子可以吃副食品的时候就可以吃。这个没有再加，没有都没有，没有。它是从很厚切成一公分，然后烘48个小时之后才烘成这样，就缩成这个样子。对。一般都会用大红的品种下用，烘起来会黑黑的，但是我们家的特殊品种烘起来就是桃红色的。炸的超好吃，仿佛加过糖，因为它有点浓缩了，有没有？对，浓缩了，它那个甜度拉得更高，原度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因为它的浓缩呢，你就变得有点像芝麻，它有一个口感，对，这超好吃的，一起 Q 味啦。再来就是这个雪 Q 饼，因为我们雪 Q 饼，我有。刚刚那个桌上我看到一颗，这已经 A 一个了。火龙果它头跟尾比较小片嘛，对，我们把小片的拿来做这个雪 Q 饼。不管什么角色，你什么身材，通通要当兵。是，180会到我们的那个餐桌上面来，真的是受不了。老板你好有才华。我觉得它好像两色，它就有两个不一样的味道，有两个，它就是会有点成渐层感。我真的被火龙果喂饱了。因为早期在83年、82年那时候，台湾从越南进口的那个白肉，你们吃起来是不好吃的嘛。现在台湾种的白肉的火龙果已经白，应该是有味道了，已经很好吃的。要看谁种的啦。对，所以它等于现在每一样哦，每一个口感啊，或那个味道都可以利用，而且不会觉得有奇怪。我刚那个饼也是很好吃，也没有说你说过分的，没事，你看我口袋一拿出来，还是刚刚偷的。对，感谢你，我儿子差不多4个多月。那好，外带，还好里面还有。谢谢，这是老板真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为台湾这片土地创造这么多奇迹。有。又是家了，到了。哎呦，你看漂亮的壁画有没有？老板你好，你好，就是我们二代的老板了。你好，是。本来是爸爸做嘛，我爸是属于就是哦，真卡郎嘛，小学读完就要出去外面学功夫，去台中学做饼干，然后学到当兵前才回来。那以前是务农吗？对，我们以前真的是，我们是务农的。那务农是拿什么来做成蜜麻花？乡下人务农都会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我们的一些新香料都会种。对，他就刚好有新香料，然后想说饼干的味道如果没有到那么的奇特的话。接受度会不好，然后就刚好把我们的五星香料干燥之后加进去，就出现了这个香葱口味的。哦，外面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对，里面波涛汹涌。哦，原来里面这么多人哦。这一条线啊，它30几个，而且跟大家分工啊。这是面皮，然后碾压平之后再去切割，然后再裁形。为什么要中间要有这一个洞的？编织的时候，是中间这个洞就是我们把它穿过去，现在就是蜜麻花了，变成这样子，就是蜜麻花了，这是第一道工序了，对，成型。编织部分比较困难，我们这边编织的部分有12到10个人，它等于打开，然后稍微叠一下，两片稍微叠一下再翻，两片叠一下，不要让它粘在一起，对，转一圈。驾轻就熟，你看，是，每个人都是那种武林高手，对。看起来蛮疗愈的，
没，你看他姐姐那边排排排，他等一下准备下锅。对，是在下油锅的步骤。哦。你姐姐不下锅哈？好好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型的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就是要编织它，拿两片起来，然后把它分开，然后再一个从中间这里穿过去，它就会形成穿过去，像是一片纸一样。这样吗？对，那你要把它翻过去看。哦，这样。哦，对。那你们有做几种口味现在？我们现在有四种口味，我们是从芝麻、香葱，然后花生、海苔四种。我刚刚有偷吃到，那应该是海苔的吧？很好吃哎！我们的海苔是用韩国的海苔自己炒的。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机械化了。其实以前最早的话很简单，就是两个锅子，就做好成型自己下去炸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一个炸。那时候是有在卖吗？还是就只是我们是务农的情况下做一些饼干来增加我们的收入，慢慢的试做，然后就是拿去直接给大盘商去卖，然后很多顾客就找到这边来，那我们就想说，既然顾客找过来，我们就自己卖这样子。就这样多少年了？我们已经做40几年了。因为我好像没有吃过你们那种这个形状的。对，没有吃过你们这个形状的。这个口感的，市面上口感都比较硬，对，然后我们是比较酥脆爽，就是不粘牙。附近有很多那些欧巴桑都来这边打工吗？有啊，因为我们男生都出去外面种田啊，对，女生都在家里面煮饭，洗衣，闲暇的空间就来帮忙这样子，创造一些就业了。他们就像这个蜜麻花一样，然后大家就是卷在一起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油锅刚出来，那这个就是麦芽糖浆。好，出一个不同口味的，对，就蒸不同的那个外面的果粉。啊，他现在要做拌料，对，拌料是不是？哎呦，哦，哎，感觉现在刚起锅的最好吃。对，这样最好吃，入口即化。还有把它搅和到很均匀，所以撒几下什么这都已经有一个 SOP， 每个人的手法。但老板自己现在有时候还是会下来帮忙，工人不够的时候，我就还是会下来帮忙。来，老板要展现真功夫了。先转半圈，再抖过来。就是我们这移过来之后，甩一下，哦，它就会有翻转的作用。是，面面俱到。对，是。哦，听好，这样差不多可以。哦。威哥加油 ！OK。你在抖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帮你，帮你接一下。好紧张啊！抖上来，把它挪到右边，然后左手不动，右手动。哦，左手不动，右手动。左手伸直。小心！哎呦！吓死宝宝了！哎，走到窍门了！哎，接到，这样可以了哈，这样可以上锅，哎，上锅了，好。老板，我刚刚偷吃。哎，好，师兄，真的，热热吃最好吃，入口即化。交给你们，你们工作，交给专业。哦，真的超好吃，受不了哎。这个是算是两样都是人气商品。对。刚这就是你做的，我们做的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花生。哇，炸出来变这么扎实啊！哎，还有点温温的。对。
刚炸出来就比较软绵，然后现在很接近好像蛋卷的感觉。沙琪玛，因为它沙琪玛也有黏，因为里面蛋放很多。嗯，蛋哦。对，我里面有加很多蛋。对，怪，而且那种香气。面皮他们在皱褶里面，他把空隙制造了让整个麦芽进入的空间。那喝茶来很好讲的，是一个这个这个，真的跟我平常吃过的那种麻花卷不一样，不一样不一样。麻花卷我喜欢，麻花卷就是蜜麻花，麻花卷它是爽，它是糖霜的，嗯哼，我们就是麦芽糖糖浆的，这口性非常非常的好。泡茶、喝啤酒啊、喝咖啡都很适合。早餐有那个本丸有没有？嗯，油条拿掉，嗯，哎，放一块这个，对，哎呦。好吃甜饭团，对，蛮不错的。青豆浆啊，就把那个饼干捏一捏，然后放上面，也是很 OK， 也是 OK。这个如果揉一揉，放冰淇淋上面，哦，真的厉害了，也是很 OK。感谢老板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继续开发更多一些厉害的产品，谢谢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、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